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. 我那个刚才开错模式了，开成之前那个我们那个小美满那个活动那个多人房，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各位同学们晚上好。听得到吧？OK，听得到就行。然后欢迎大家来到龚俊的直播间，对，一年一度的这个生日直播又开始了，欢迎大家。没声音？不会吧？听得见吗？应该都听得见吧？OK，听得见就行。然后呢，今年本来说是准备给大家一个这个抽奖的环节，然后想了一下，然后让大家可能来到现场或者拍摄的现场，然后探个班之类的，举办一下这个应援还是怎么着？然后因为这个最近不是因为好像疫情又有些反复，然后就考虑到各位同学这个如果是较远的地方来的一些安全的问题，就算了，就把它取消了。今年还是做一个这样的线上的这样的一个直播，然后大家在家里面看也就安全，对吧？安全，然后健康最重要。所以做了这么一个直播，每年一次吧。怎么说呢？哎，又老了一岁啊。这一年呢，相当于去年。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些进步的啊，有一些成长嘛，这就是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，然后，哎，手机给我，你开这么大声，肯定听不到，听不到吗？听到那就听不到背景音乐哦，你们让开，我后面都是我的工作人员，非常影响我在这直播。你们坐旁边去。今年其实非常高兴啊，因为还算是有一点成绩啊，算是在稳步的成长。也感谢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同学们，不离不弃，一直陪伴着我。怎么说呢？首先先说一下自己最近吧。我最近呢，大家可能同学们也都知道，我最近在南京啊，拍摄一部消防题材的戏，叫做《你好，火焰蓝》。然后呢，是在我们优酷的宠爱剧场。我给各位同学提个醒，我后面呢，就包括《天涯客》啊，可能还有一些作品，可能最近同学们就可以多充一点会员。对，在优酷播。然后呢，也希望，多多支持啊，多多支持，然后充充会员。然后结婚呢，最近也在我们芒果 TV 啊，芒果 TV 热播。大家还没有超前点播或者是买会员的同学们啊，就是有能力的就超前点播，没有能力的呢，就买会员。要实在是没有能力的呢，就普通观众就这样看也行啊，多刷刷弹幕就行，支持一下我的新剧，感谢大家。然后，也希望未来呢，这是送了一个什么，好厉害的样子。来到我的直播间，大家也就不用送礼，对，礼物其实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大家开心就好了啊，这个礼物不重要。少刷一点钱，对，提到了，刚才提到我正在播的戏嘛，《天涯客》，然后没有正在播，可能马上就要播的，在优酷宠爱剧场的《天涯客》，然后还有《你好，火焰蓝》，马上要播的呢，还有《绝世千金》啊，至于在哪个平台，大家到时候等官宣，还有就是正在播的《从结婚开始恋爱》，也希望其他各个平台的老师们、各位金主爸爸们也都多多看看我。然后我也会提升自己的演技啊，我还在成长中，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，批评我演技的，我也就虚心接受。对，大家说的也没错，可能
有的时候这个角色诠释的还是不够饱满，对，我也会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，对，希望每部戏吧，拍了每一部戏都有成长，都能让大家看到我的用心也好吧，就是努力也好，就希望大家都能够认可，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吧。对，我这个人座右铭呢也比较简单，就叫脚踏实地，对，不是那个知足常乐，对，脚踏实地知足常乐，对，这也是我们这个工作室，工作室的座右铭，也是我们，对，希望一步一步稳定的成长。然后今天这个生日会，我的同事们然后小伙伴们跟我说他们安排了很多个环节，对，然后待会儿要给我惊喜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啊。等一下，刚开始直播粉丝在希望你表演一下五湖。什么五湖？等一下，惊喜来了，他们没有声音放这么大，是又要唱了是吗？你先等一下，暂停一下。我们去年直播不是不让我唱歌吗？怎么回事？我记得前段时间完，因为我这个歌声上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热搜，带名字的热搜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贬义吧，啊，贬义多一点无所谓了，反正大家图个开心就行，大家看得开心。我会把我优美的歌声多多唱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不嫌弃，希望我每一部戏呢都能唱一首歌，鼓掌。然后这个彩蛋不是彩蛋环节，第一个惊喜环节，粉丝惊喜环节，很熟悉的歌声，但是这首歌我得看一下词儿。前面我是真的不会唱，手有点抖。我前面不会唱，真的不会唱。我要唱副歌，好吧？笑起来眼睛会变弯，闹起来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等他副歌啊。我这次好好唱。小声点，我这次一定好好唱，听清楚了啊。我好喜欢你呜呼，爱你呜呼，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。我好欢你的糊涂，任性耍酷，在一起了就不想结束。好像有点破音，这首歌不在我的 key 范围之内，我尽量唱一唱。再来个副歌啊，等一下，准备。我好喜欢你呜呼，爱你呜呼，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。我喜欢你的糊涂，任性耍酷，在一起了就不想结束。给我笑。来了啊，我真的很努力在唱，这首歌稍微有点高，对，而且我好喜欢你呜呼，爱你呜呼，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。我喜欢你的糊涂，任性耍酷，在一起了就不想结束，在一起了就不想结束。没有，还有什么惊喜可以提前告诉我吗？先等五分钟，再送。
这首歌好，唱歌环节就这么过去了。我突然发现我好像出了一点汗，有点紧张，我手上都是汗。